嗨，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来到了广东清远啊，阳山。那我在我身后呢，有一座奇山啊，有一座奇山。我拍给大家看一下。哎，就在我眼前，看到没有？在我眼前啊，眼前这座山呐、啊，你看，左手边那边，一直到那一边那一头啊，感觉就躺着一个啊。佛，那这座山呢就叫卧佛山啊，叫睡佛山啊。那在我们那个梅州呢，有一座卧佛山，南台卧佛山。那这里的这个也是挺像的啊。那左手边那个是头，然后一直延伸到右边是躺着的睡佛啊，是一个睡佛。我等一下用无人机的视角来拍一下，看是怎么样的啊。来，在这里啊。就可以看到有一个牌，睡佛观景摄影台啊，